男人仅仅因为认了个干爹，就得到了全市最大夜总会的所有权。从一个卖鱼小贩，一跃成为了本地最大的黑帮老大。更在短短几年，就收获了别人一生都赚不到的财富。身边的人也跟着水涨船高，甚至就连曾经的市场管理员唐小如，如今都已经开上了敞篷跑车。弟弟高启强更是将小灵通做大做强，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。但做事也比以前更狂妄了，还在自己生日这天细数了自家人的过往。白金汉，这个厂子以前不是我搞的。 他的建成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在卤猪，有的人在卖鱼，有的人在菜市场。但现在这个厂子，他姓高，在京海，高家看上的东西，早晚都得是高家的。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。 不得不说，高老二你变了，但是更狠的人这就来了。只见陈淑婷从门外款款走来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我不是高家人？是是是，不能来。能来能来能来。小善，来，来晚了啊，生日快乐。谢谢嫂子。酒。 践行是不对，唐小虎赶快赶走了女孩们，而高启胜脸色铁青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不只是因为高启强与陈淑婷感情极好，还因为陈淑婷其实才是高家最有智慧的那个女人。于是当陈淑婷告诉高启强太叔找她时，第二天他立即去到了干爹太叔那。可是他才刚坐下，太叔就变得阴阳怪气起来。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，给我换一个。金蝉是招财的，你看他招着财了吗？ 再说高启强，你告诉你，听好了，你就是个臭卖鱼的。都是京海人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给脸不要脸怎么了？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？高启强可能不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，但是他一定能告诉你这个莽是怎么没的。